好，另外再带您关心新城乡民代表会的定期大会也在14号开议了，由新城乡长何礼台进行施政报告。那么会长期建立在和谐互信的基础之上，齐心努力建设新城乡成为友善幸福的城市。虽然历经了侵袭疫情的侵袭以及0403的地震，但是风雨过后终将春暖花开。那么在乡镇建设上呢，公所团队是积极的争取中央、县府各级上级机关的补助，各项建设已经是逐步的来进行当中。另外，在社福政策上呢，各年龄层的照护经费也逐年的提高了。新城乡民代表会第22届第三次定期大会14号正式开议，新城乡民代表会主席陈秀玲则是肯定公所的用心。另外，0403大地震虽然乡内有零星的灾害，公所团队也在第一时间能够进行协助村民们重建家园。此次地震本乡也有事故的黄丹受灾户，秀玲非常肯定我们何乡长的运筹帷幄，随时精准的掌控乡内的大小灾情及复原的成果，深受乡亲的肯定。尤其是我们每年的防汛演习万分的重要，乡长都把每一场的防汛演习当作是真正救灾，在演习，严格把关每一个小细节，所以才能将每一次的伤害降到最低。截至日前，大小余震仍然不断，我们不能有一丝丝的松懈，随时要提高警觉。在此也感谢所有救灾的每一位无名英雄，以及来自各界的善心捐款，期盼大家一起努力坚强，发挥台湾人坚毅的精神。重建之路虽然漫长，但我们有信心，暴风雨过后终将迎来美丽的彩虹。紧接着就是乡长何礼台进行施政报告，并表示所会长期建立在和谐互信的基础之上，齐心努力建设新城乡成为友善幸福的城市。虽然期间历经了疫情侵袭以及0403地震，但风雨过后终究春暖花开。新盟会会第22届第三次定期大会开议，首先已向主席、副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先进致上这个诚挚的感谢之意。所会长期建立在和谐互信的基础之上，齐心协力建设新城乡成为友善幸福的城市。虽然期间历经疫情侵袭以及0403大地震，但风雨过后终将春暖花开。在乡镇的建设上，公所团队积极争取中央、县府以及上级各机关的补助款，各项的建设已逐步进行。另外，在社会政策上，各年龄层的照护经费也逐年提高。李台从政31年，就任第18、19届乡长来，历经500多日子，财政状况逐年改善，建设经费逐年提高，开创本乡自治以来年度结算经费的最高纪录。李台及团队并不以此自满，反而更将持续秉持热忱服务乡里，打造漫播新城幸福城市的闪亮招牌。乡长何礼台感谢全体代表同仁们身负乡亲的付托，监督公所施政的方向。新城乡公所团队秉持着严谨态度，严拟各位代表的建言，在所会和谐的互信基础之下，努力建设新城乡，逐步打造成为友善幸福的城市。乡长何礼台率领的公所团队在施政成效上获得乡亲高度的认同，施政作为深受民意的信任。乡长何礼台表示，将秉持着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施政理念，营造团结和谐新城乡，让漫播新城在要件的目标稳健达成。记者金弘毅，新城乡报道。